大家好，今天要为各位传跳哇波浪比哇卡艾利，由我们情歌王子廖伟志老师词曲演唱，由我们这个张梅兰老师还有黄小米老师编的非常棒的一个拉丁的舞蹈啊，我会仔细的跟各位分解，感谢大家看我的分解啊，得到一些舞蹈的技术，至少不会运动伤害。一开始呢，我们右脚开始做一个交叉点，交叉点 ，O B 恰恰，好，左脚，好，再来继续做交叉点，交叉点 ，O B 恰恰下去中心，好，得加上手，右手，左手，掌心打开，好，接下来左脚，左脚前进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右脚退后，结舞的一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好，接下来一加二三加四前进后退，好，注意呢，前进一样，一二三四，以上是我们前舞的动作，好，第一段的动作一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好，注意你要内圆，三加四，好，三好，用推加四，五加六推，好，连续背，一二三加四，好，继续五六七加八，好，接下来手左手高举 ，ball change。一加二，好，继续，一加二，三加四，好，前踏，五六，好，失败又转身，七加八，好，接下来做 swivel， 右脚，好，左脚经过在右脚，好，注意，好，做 chicken walk， 好的 swivel， 好，加上手，手自摸身体，一二三四，自摸身体，七。八好，身体站稳，双手打开，三四，恰恰恰，注意左脚膝盖是直的，后面弯，恰恰恰，恰恰点，这样子动作是好。接下来继续做滑轮步，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踏并三勾，好，左脚在膝盖的旁边。五六七八，第三个八拍，右手双手抱胸，右手高，左手高，画四拍，好，再两个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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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以上这个四拍是第二段的动作，接下来第三段右脚退后，基本步开始，双手打开，一二，好，膝盖型，一二上去，膝盖以上夹住，侧恰恰，左脚前进的时候，左脚直，后面膝盖弯，身体上拉。好，我们有讲过，在重心下的时候，你上肢要拉高，不然就会变这样。One， 然后看，要提升 ，One， Two， 拉回来，恰恰恰。好，接下来八拍，一二，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好，所以有。这个第二个八拍，一、二、三加四、五加六、七加八，接下来第三个八拍一样，扭右脚前交叉，膝盖上直的，一、二，掐掐掐，左脚前进，退回后交叉，掐掐掐，侧踏，好，这个动作呢很漂亮的动作，一、二后交叉。恰恰恰，二二，恰恰推出去，好，接下来左手一二三四画，好，接下来蛇腰出去，好，接下来呢，以上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动作，蛮漂亮的哈，好，我现在把它连贯起来，得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重心回来，好，接下来右脚退后基本步，基本恰恰恰扇形，恰恰恰手举高，一二三刷，五六七八，三二三画，一二哒哒哒，好，再一样基本步，基本恰恰恰，基本恰恰恰，好，这四八拍是第四段动作，接下来唔修理，左手斜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右手前伸，三四五六七八，收回来，一，好，再一二三四画，好，这个动作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上去，画四拍下来，恰恰恰。恰恰恰，好，接下来肩舞的动作，退踏肩跟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好，这动作呢，再看一遍一遍，一二in out走两步 ，in out 走 in out 走两步 ，in out 走，好，这两个八拍数给各位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接下来继续，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把动作编得很好，四段加前五肩舞，好，请看我反向为各位数拍连续动作哈。好，前五的动作，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第一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加六七加八，第三段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第四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接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肩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波浪比瓦卡艾丽》，谢谢。